是你吗？啊！哎呀呀呀！我不是做梦吧，兵哥？啊！真的是你吗？不得是我，是我。你家亲戚呢？什么？我家亲戚？著名的影视大腕兵哥，你不认识吗？塑造了好多硬汉形象。大太监看过没？太监也算硬汉呐。兵哥演的是进宫之前。兵哥 ，Hello， 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叫阿蜜，单身贵族，就是大龄剩女。形象也不错，怎么还剩下了哈？因为我知道和兵哥呢会有一个美丽的邂逅。拉倒吧，他相亲相的比那日本首相换的都勤。你闭嘴吧，王爷。兵哥，来，快坐坐坐坐。好。哎呀，好。哎呀，兵哥，你本人真帅。谢谢。有点挤哈。这沙发太小了，斌哥，啊，你怎么上我们这块了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这个新电影进行宣传，结果被狗仔偷拍，一路拍，我就躲到你们这里来了哈。你说，我最烦的就是那些狗仔，没事就拍，隐私都被他们拍没了。没错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嗯。哎，斌哥，咱俩拍一张。啊。那什么，你先歇会儿啊，小娘替我照顾一下兵哥，我去补个妆。兵哥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王小宁。哦，海外回来的。哦，那这么说你是那个海归啊？对，刚回国有点不太适应了。好，那你在国外都做些什么？我在国外呢，一般就是休闲。什么的。哦，那你是喜欢玩高尔夫还是喜欢玩台球啊？双色球。那大乐透整点不？刮刮乐有时候也玩。没事，我也爱抽个乐。哦，我们是有共同爱好的。是，斌哥，共同爱好。嗯，咱俩聊得这么来呢，你看啊。是这样，我有个女朋友呢，叫刘晓妍。哦，她的梦想呢就是当演员。啊，你看啊，你们圈里的规矩我懂，兵哥说话绝对好使。嗯，能不能给我女朋友安排个角色？哎呀，那你女朋友的形象怎样呢？哎呀，那没得说，绝对是宅男女神。哦，我叫出来给你看一眼啊。护着护着，晓妍，叫什么叫？咱们这个圈里边的大腕大咖啊！我知道他，他是那个最有名的大太监。大太监兵哥？不 ，no， 这一定是在做梦，我不敢相信。哎呀！你做不做梦？你掐我干什么呀？兵哥。Hello， 你好，他是你女朋友的？对，我女朋友。对什么对呀？兵哥，我不是他女朋友，人家还没有谈过恋爱呢。兵哥，我女朋友就是谦虚。形象很不错。没问题。是这样啊，接下来我有一部那个电影，里边有一个小角色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想演一下呢。兵哥，我喜欢，我什么都愿意演，任何的一个大腕都是从小角色开始演的。演啥呀？演一个在公交车上被偷钱包的小女孩。哎呀，这个她绝对没问题。我女朋友最大的爱好就是坐公交车丢钱包。那你女朋友的爱好好特别的。是。哎呦我。现在网上疯传大腕兵哥和咱们丽姐闹绯闻了，照片都晒出来，你看。啊？哪里 ？Hello， 兵哥，不对，
姐夫。谁是你姐夫？丽姐闹绯闻，姐夫，姐夫。不是，脸脸脸，我是你小舅子。你刚才，你刚才说的事儿是真的？你看呢？你看，你说这个阿丽啊，拍完照片就往网上发。这么能吵呢？不是，你们人怎么能这样啊？怎么能随便把一个人的照片放到网上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啊，我们被包围了，外面记者里三层外三层的，非说兵哥在我们这儿，不就一个兵哥吗？又不是范冰冰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要重启一次。不好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，外面记者里三层外三层的，非说范冰冰在我们这儿，不就是范冰冰吗？又不是兵哥。你讲啊，演艺圈很乱呐、啊，我都被狗仔逼得无处躲、无处藏呢、啊。斌哥啊，我最喜欢玩藏猫猫了。你能看见我吗？来来来，兄，我自己过来来，我跟你讲啊，斌哥。他的女朋友呢，在我的新戏里演一个在公交车上被偷包的小女孩。那这样你演那个小偷，可不可以啊？兵哥，你看我的形象，我合适吗？我让你演，谁让你真偷的？别演了，外边还那么多狗仔队围着呢。啊？啊？不就是狗仔队吗？交给我，斌哥放心吗？啊，那个能借你用一下吗？借我哪里用啊？哎，我自己拿。好，来来，斌哥。哎。哎呀呀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大肥兵在我手里，你们要是看不懂，我脸蛋子给他夹碎。别闹了，你看看现在有人用这个微博直播说兵哥为了情人阿丽跟情敌谈判，结果被绑架了。太不负责任了，不行，我出去跟他们说清楚。哎，你这等会儿，有人推测你是某五百强企业的高管，身价过亿。走自己的路，让他们说去吧。你们几个替我保护好斌哥，我去出去跟他们唠唠。斌哥，看一下，我的个人简历，上面身高啊、体重啊，要啥有啥。实在不好意思的，我们那个星系里面已经没有角色适合你了哈。那你想啥呢，斌哥呀？谁当演员呢？当演员多庸俗啊！什么玩意儿呢？我的意思就是吧，斌哥，你看啊，既然网上把咱俩的事儿都传得沸沸扬扬、满城风雨了，那不如咱俩就秀哥下驴一起过得了。谁跟驴过呀？太不像了！什么素质你们？王小娘儿咋了？我就寻思让他们排好队啊，一个一个进来，我顺便好收点入场费。结果他们倒好，跟我要钱，说什么宣传车马费，哪有他们这样的？你说，你不出去，正好出去净惹事，你过来你看看怎么写你的啊？现在网上有新消息说了啊，说兵哥横刀夺爱，情敌是个海归，二大爷在国外向兵哥索要一笔巨额分手费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，兵哥，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，等我。纯爷们，我的天哪！你看看呐，有人对阿丽进行了人肉搜索，说阿丽以前是个三线演员啊，后来又到了五里河商学院进修，认识了个。
富豪携夫，二人一起上自习，一起考四级，好好学习，形影不离，最后终于拿到了个结婚证。啊，真的？五里河商学院在哪儿啊？我要报名，我去。你们给我等着。那些粉丝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？是管我咋的？你看啊，现在斌哥，粉丝和阿丽的视频啊，这个打架的视频，看看传到网上都快看打俩，哎呦我的天哪！不少粉丝纷纷转向支持斌哥和阿丽的恋情。一个网友叫看热闹不嫌事大啊，他说了一个女人为自己的爱情。这么努力，被200多个粉丝圈踢，用穴位捍卫了他自己伟大的爱情，他顶你呀！啊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事情。哎，现在有不少网友支持阿丽啊，说强烈要求斌哥与阿丽结婚，200多家公众愿意为你们免费举办世纪婚礼。是喜欢中式的呢，还是喜欢西式的呢？我哪一个式都不喜欢，我要走的。喂，哎，你等等，等会儿，我还没拿户口本呢。拿户口本干什么？怎么领证去吗？谁给你俩领证？斌哥，嗯，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我好把头发留个纪念。哎呦，斌哥呀，你下次什么时候过来看我来？你给我打电话吧。我不知道你电话号啊。那你给我发短信吧。啊。哎呀，谁是你女朋友？哎呀，行了，我走了，受不了了，我还要跟你拍戏。我女朋友就是天天，喂，过来看，啊，网上有新消息说，斌哥结婚多年，并育有一女。什么玩意儿？他竟然结过婚？别！你别吵吵，但是媒体怀疑你是他的情人。行了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丽姐，你带我进演艺圈吧。丽姐，我就在你身边演个丫鬟就行。丽姐，以后我就跟你混了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乖乖啊。信丽姐得永生。对了，来来，丽姐，跟我们那个亲爱的粉丝们说两句话呗。上镜啊！嗨，亲爱的粉丝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蜜，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我爱你们，妈妈妈。来，丽姐来，我给你做一个玻璃盖的 SPA。好的，丽姐。你要的冰咖啡小心烫。好的呢。喂，谁？找丽姐，丽姐正做 SPA 呢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丽姐的经纪人，找丽姐做嘉宾呢。丽姐现在已经没有档期了，对，丽姐80岁之前已经都没档期了。我饿了，走，咱们撸串去。马上给丽姐烤600个腰子，要剩一点血丝呼啦的啊！走走走，别动！怎么的了？地下脏。丽姐小心！丽姐保持住，给大家笑一个。丽姐已经出门了，马上放孜然啊！马上啊！